啊，行，好嘞，好嘞，走，去厂了，去厂了，走。咱们去英轩厂家置换回来一台2018年的英轩656H， 车况据说是特别不错，咱们去厂家看一下这车咋样，能不能给它拿下。现在咱们已经到达这个英轩重工的一个接待中心，准备停车。我老兄接俩啊，对，知道都知道了，我先看车。我那个车，我上个路口，我上个路口，我来，我到，我来，我走，我装备还是装备？别打车，别打，别换啊！别多说，别。2018年英轩656H， 马上到家。